嗨，您现在正在收听南半球最火的华语电影节目《大话说电影》，我是你的主播老张，我是主播包子，很高兴在第162期节目继续跟大家讨论电影。嗯，又是一周，新的一周这么过来了，然后包子有没有给老婆买新的 iPhone 啊？不瞒老张你说，我们家里面全部都没有用 iPhone，不只是我们家里面，就是所有的人都没有用 iPhone， 我们家里面连像什么 iPad 呀，就是基本上没有苹果的产品。爱国者，爱国者。我还是怎么说呢，其实最开始的时候跟爱国没关系吧，总觉得就是两个人，那个时候两个人约会的时候嘛，如果是说手机充电器都是用同样接口的话，这样就简单很多，所以说就当时在约会找女朋友的时候就没有考虑用 iPhone 的女生，在这一点上有点比较自私哈。但最早的时候其实安卓所有的充电器也都不一样的，就像三星它有自己的各种充电器啊什么的，反正都挺烦的，现在好了，对对对，基本上都是 USB-C 了。反正我反正觉得就是这一些年下来吧，反正是关注那个苹果那个发布会的人越来越少了啊，一般性因为都是我们悉尼这边早上大概清晨的时间发布的嘛，所以我一早起来只要刷一下朋友圈就知道有几个人就是熬夜看这个东西了嘛。这两年的话我就觉得基本上很少了，没有人看了，也可能是大家经济条件越来越好了，买 iPhone 都不用看那个发布会了，直接买就是了，是吧？其实像我们澳洲这边的话，如果要是论平均工资啊，像日工资啊、周工资或者月工资啊，买个 iPhone 总的来说应该不会是特别大压力吧。我觉得其实主要是 iPhone 这些年来就是每次它的更新啊，就是在功能上和性能上基本上属于都是小小的加一点点，就没有特别多的卖点，那种特别吸眼球的东西了。而且我看现在就是像苹果发布会啊之类的东西，也不像当年那种排着队把整个几个楼群几个十字路口都围起来的那种路口，那种盛况也不会再有了。对，而且就是今年我发现其实很多手机商现在都在做那个中款的手机，而不是那个顶级化的手机了，因为很多人好像都觉得现在换手机换的越来越少了。像我的话，我以前基本上是每年都要换手机的，然后我现在这个用的华为 P30 Pro 用了也快的两年了，到现在都没有换，然后现在暂时也没有看上什么手机想换的，所以这个手机可能是我这些年用的最久的一个手机了吧。像你这种的话，恐怕本来应该是期待华为像 P40 Pro 这种手机出来吧，但是是不是因为华为手机在海外不能够安装这个谷歌全家桶服务啊这些，所以说就挡住了你升级手机的这个决定呢？有一点吧，反正就没想去试，但是据说这款手机的话接下来可以用那个鸿蒙操作系统，我还是想试试看的。如果好用的话以后就可以继续买华为了嘛，是吧？那当然了，对，我们家里面其实也是一直都有华为手机的。好了，那么今天我们不是说手机啊，我们是说电影。那么这个今年的国庆档呢，我们也聊了两部电影。那么今天我们要聊的呢，也是国庆档的一部香港电影，这部电影呢叫《圣何塞谋杀案》。这部电影其实是在两年前的时候已经拍摄完毕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一直没有上映，然后就悄悄的在这个国庆的时候就放在网络平台上面上映掉了。这个操作也是蛮奇怪的。对，我跟几个其他的朋友就是提了一下关于这个事情，他们跟我说的好像就是这个片子其实在2018年年底什么时候就是基本上已经制作出来了，但是他们其实就是耗着耗着希望能够靠得上2019年的这个香港那个奖项提名，但结果呢基本上就是说这个片子呢被提名了，但是也没有得什么东西。本来是打算今年是9月份的时候在香港进电影院的，然后呢就是基本上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这个事情都取消了，所以说呢变成了今年就是10月4号全网付费观看。那么这个东西呢其实搭上了我们国内的国庆档，但其实并不是从10月1号开始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是杀进内陆的电影院的话，估计很少会有电影就是爱好者朋友们关注到这个片子，因为我估计10月3号10月4号的时候正是姜子牙和我和我的故乡杀来杀去搏得火热的时候。对，其实这部电影真的如果要杀进电影院的话，就像去年郑秀文的另外一部电影《花椒之味》一样，基本上在国内是排不上任何片档的。我一个朋友在广州去年就说好像排档只有3%还是5%，实在太少了，基本上没有人能看到这部电影。而且有意思的是，《花椒之味》和这部电影基本上是差不多时间拍完的，
然后郑秀文去年好像在他的 Instagram 上面说他的两年里面拍了四部电影，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一部都上不了，然后最早上的还是《花椒之味》另外两部，一部叫《八个女人一台戏》，这个好像是在香港的一些电影节什么已经播放过了，还有一部叫《午夜慢车》也是到现在还没有上的，所以不知道现在香港是什么情况，好像现在这些电影都是拍完了，但是没有什么门槛能够上啊，很挺奇怪的。嗯，那么这个片子其实也是老张你提起来，然后我们才决定去讨论的。老张，你是如何听说到、了解到这个片子的呢？这部片子其实说起来是挺有缘分的，因为早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的话剧社曾经有想排过这部话剧。因为有几个粤语的朋友嘛，想排一个粤语话剧，然后就找到了这个剧本。这个剧本是在2010年的时候，在香港的舞台剧最佳剧本是拿了这样一个奖，第19届香港舞台剧最佳剧本奖。所以在2012年的时候，本来是想排这部戏的，但是后来反正几个香港演员啊什么的，最后也没把这部戏撑出来。所以，但是这部戏的名字我就记住了。所以前两天在网络平台上面找片子的时候，看到这个名字就特别感兴趣的把它看了一下。看了一下这个片子呢，它的制作阵容，导演呢是潘元良，编剧呢是翁子光和庄梅妍，庄梅妍呢也是当初这个剧本本身的编剧。所以说如果是把这个剧本改编成电影的话，也牵扯了这个当初剧本本身的作者的话，是不是证明这个剧本今天在电影上面的呈现跟当初舞台剧上面的呈现基本上是非常统一和谐的呢？因为我也没有看过这个舞台剧，所以也不是很了解。当时的话我也没有看这个剧本，反正是他们几个粤语的演员本来要演的嘛，所以我这个剧本都没有看过。但是我今天看了这个戏以后，我就知道为什么他们排不出这个剧了。就是其实是对演员本身的要求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是吗？对。郑秀文呢，因为这个片子其实也是被提名了影后，其实是跟去年我们讨论的那个《花椒之味》一起，基本上就是说这一个奖项呢，他是自己跟自己竞争。郑秀文这么多年的话，好像是有9次被提名为最佳女主角啊，但是到目前为止好像是还没有赢过哈。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从金像奖来说的话其实并不是太重要吧，我觉得赢不赢的话都没有太重要，我觉得而且说实在的话，就像今年他这两部电影一块获奖的话，他自己的就是这个选票的话也会被两个电影所冲淡了，所以可能就比不上别人。而且真的就是今年其实赢的是那个《少年的你》嘛，最佳女主角，所以我真的觉得其实他没有达到那个程度了，所以陪跑也是很正常的了。那么这个片子呢其实是叫做《圣何塞谋杀案》啊。本来我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呢，以为它是一个侦破片，但其实看了之后呢，发现其实它并没有真的想把这个案情本身做什么文章，它其实就算是一个普通的悬疑片电影吧。而且这个片子的做法呢，其实它是把故事的时间线呢其实是打乱，然后呢用不一样的顺序呈现在观众面前。这个做法有点像诺兰的做法，我们看到不同的时间碎片，然后在脑子里面呢把这个真正的时间顺序连起来。这个做法老张你觉得就是有什么好处和坏处呢？我觉得如果你要跟诺兰比的话，是太看得起这个导演了。我对这部片子其实说实在的我是非常失望的。我看完了以后，我觉得如果他这部片子不叫圣何塞谋杀案的话，叫个另外一个名字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因为如果你通过片名就知道你在看一个谋杀案的话，那么这个片子其实从头到尾它根本没有一个破案经过，或者没有任何的悬疑在里面。这个谋杀案就是非常，你就在整个剧你就在等这个谋杀案的发生，那就任何意思都没有了。这部片子来说，对我来说既不是文艺片，又不是商业片，又不是悬疑片，又不惊悚，就是找给我感觉是完全一个四不像的感觉。我觉得这跟这个导演的功底是非常有关系的，因为这个导演他根本不是一个导演，这个导演他是一个香港的一个作词的，你知道吗？就90年代很多张学友的歌是他作词的，比如说《雪狼湖》里面的那些歌啊，还有什么《明日世界终结时》啊，《总有一天等到你》什么《怎么舍得你》，这些歌里面都是他作词的。
然后后来的话，九十年代末的时候，他是做足球评论员的，是做这些工作的。他当然也有做过一些编剧工作，但是他真正导过的电影，四十年里面他好像就导过，这是他第四部作品。他的第一部电影是1985年的一部电影叫《恋爱季节》，然后2011年的时候导了一部叫《出轨的女人》，2012年的时候导了一部叫《影子爱人》，然后2018年的时候才导了这部片子。所以其实他的导演生涯很长，但是基本上是没有任何作品的，也跟这个人其实是很艺术的一个人嘛。他也除了做那么多工作以外，他自己还是演员，然后又是一个书法家，所以我觉得他的爱好太多了。做导演的话，我觉得他这一块真的是差很多，因为我觉得这个片子，如果你把它换成另外一个名字，把这个谋杀案的这个事件给藏在故事里面，是可以做得很好的。而且我觉得他有很多那个镜头，其实是他不是他镜头好吧，可能是他那个取景取得好，有很多景点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这时候完全可以做很多空镜头，就是给男女主角就是个别自己在屏幕上就是那种放空的那些镜头，做一个文艺片的感觉，做个王家卫的那种感觉，其实可以把这个电影做得很好。这部电影时间非常短，总共加起来好像也就一个半小时，作为一个就是现代的电影来说的话，是非常非常短的电影，一个电影如果你加入这些空镜头，把这个文艺的范儿给撑起来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撑着挺满的一部片子的。我觉得你说这一点特别对，就是这个片子我看的时候呢，我觉得屏幕上有很多挺不错挺好看的东西，可能是跟取景很重要，另外一个就是他描写的这个几个人在一个非常遥远的一个房子里面，就是这种生活环境来说呢，也比较容易把，就是因为屏幕上相对来说比较空嘛，都是景色和屋子和室外室内的这些东西，所以说相对来说呢，这个屏幕上的平衡感比较好，这片子总的来说还算是比较好看。但是这个片子有几个缺点，第一个缺点呢，就是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故事讲的相对来说有点碎，而且这个碎的方法吧，不帮自己的忙，就是这个片子在十几分钟的时候就基本上把自己的故事给剧透了，所以那之后呢，就是一直都找不到它到底这个悬念真正悬念点在哪里，以至于说最后等到电影最高潮的时候，当这个夫妻两个人开始相互之间吵架，然后带着这个家里面的客人 Yenny 一起来做这个搏斗的时候，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全面的，对我来说就是崩溃了。就高潮这个地方特别没有力气。另外一个就是说可能是跟他这个故事叙述的节奏有关系，有些时候觉得过于时间片碎片切得过于乱了吧，就让人觉得就是你在集中精力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呢，那个凝聚性不够强。这个片子回头我看的时候才发现它是一个90分钟左右的故事，但是其实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它至少有2个小时。它就是就像你前面说的，它切得很碎，但是它的镜头连接感又特别特别的差，很多时候都是硬切到下一个镜头的。这个我觉得就是不是一个电影的做法，你知道吗？然后就是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不知道，虽然这个编剧里面有原作者的那个参入，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原剧本里面是不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戏里面你让两个说广东话的和一个说国语的在一起演戏，因为我第一遍看的时候是看的是国语版的，全部都是国语配音的。那我就觉得就是特别难受，就是郑秀文的配音，他那个就是给他配音的那个演员，我觉得很适合给他拍那些喜剧片的那种配音，因为他声音非常有那种喜剧感在里面，但是在配两个人吵架的时候，他那个声音非常的尖，特别的刺耳，很不适合听那一段。所以我后来我看完了以后，我再去回去导了一段那个粤语版的。那我觉得粤语版里面郑秀文自己的声音配音出来的话，就是顺了很多，就是对他的演技来说，整个就是可能就升了级了，因为他国语配音配出来的声音实在是太不好了。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这部片子他是演的非常非常非常差的，可以说是。是就是他的表演方式，不光是他，这三个人的表演方式都是非常话剧式的表演方式。很多时候就是在吵架的时候，人就是站在原地，两只手就是在那边挥着挥着，然后大声的吼，是这样的表演方法。
那么如果你要这样演的话，那你镜头可以就是灵活一点，你可以给他一个mid close up 啊，给他一个脸部特写啊什么的，你不要僵在那边，只就看着他站在那边两只手在那边挥啊。这个是就是在电影上面是看上去是很难看的镜头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一点的话就暴露出导演的弱项。其实郑秀文我们知道他可以演得很好的，像去年的花椒之味的话我就觉得他演得非常的细腻，但在这部戏里面我就觉得他演得太夸张，他那种夸张在他以前演的那种城市轻喜剧里面这种夸张性这种神经质的这种感觉其实是挺好玩的，但是你放在这么一部电影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的有点无理取闹的这种炸，就是炸的没有理由。其实我觉得郑秀文在这个片子里面的表现啊，对于我来说还是个片子比较大的亮点之一呢。因为我觉得郑秀文这个在这个片子里面表现，跟我去年看到他演的这个花椒之味啊，对于我来说他们差不多啊。当然老张你可能对这个片子的印象没有对花椒之味那么好，但我觉得郑秀文在这个片子里面他演出这个人呢其实是一个心机很重的人。那么就是说虽然说这个片子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人物，但是这个片子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物是好人，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问题缺点和阴暗面。那么郑秀文这个人物角色呢叫什么崔巧玲啊，其实也是这样，就这个人呢他其实有他正常普通人的小人物的一面，但是他其实你通过这个故事和他自己的表现呢还是能够看得出来这个人背后有很多算计，有很多就是心机的这些地方。所以我觉得对郑秀文这个片子里面的表现呢其实我相对来还是比较满意的。我比较不满意的是他身边的一些其他人，比如说像佟大为在这个片子里面演出一个怎么说，最开始是在美国的黑民嘛，后来是跟郑秀文在，因为他们两个人相爱了，所以说最后他参与了郑秀文杀夫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取代了郑秀文死去的丈夫。这个佟大为在这个片子里面的表现呢其实我是比较不满意的。另外一个人物呢是蔡卓妍，这个闫妮的这个人物角色呢对于我来说就是非常典型的那种比较纸板化的香港言情剧里面那种小姑娘年轻女生的那种味道，就是说可能是香港人在屏幕上给我体现出来就是大多数都是这种性格吧，我觉得这个人物完全没有任何味道可挖，就人物相对来说比较平淡比较乏味，这有可能也是跟这个演员本身对这个人物吃的有多透有关系。所以说我觉得相对这个电影里面所有的演员来说郑秀文还算是好的了。我觉得就是问题在于这三个角色没有，就从一开始到最后你没有一个是你真正会去同情的一个角色，就是说他会虽然给你很多这种故事点想说啊，其实他也没有选择啊什么的，但是你从头到尾你不会带入这个角色，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很失败的一点。因为郑秀文他以前演过比如说像长恨歌啊什么的都是那个威尼斯国际影展上面就是最佳女主角奖的这些就提名的嘛，所以他的水平其实是可以很高的，但是在这部片子我其实还是怪导演，我觉得他可能是没有选好角色跟他对戏。就像你说的佟大为的角色，你首先他是一个北方人，他是一个北方人，你怎么可能让他代替，就是去代替一个香港人？就是就算他身边没有朋友啊什么的，但是你出去的话你周围都是老外，老外看中国人可能都长得差不多，这可以混得过去。但是 San Jose 这个地方他是有很多中国人的，就中国人你只要一看你的证件就可以认得出你这个不是你啊。就比如说你马路上开车的话给警察拦下来，碰到一个亚裔的那个警察的话你就完蛋了，是不是？然后阿萨演的这个角色也是，阿萨就是他快40岁的人吧，38岁吧应该是，还在演一个就是这种少女感特别强烈的。那么你既然是郑秀文童年时候的朋友，你的年纪就是你应该找一个看上去跟他差不多大，然后可能是气质差不多的人。那么佟大为到最后才说啊，那么你可以取代他，是不是？你要找个差不多的，你不能找一个看上去还是像小孩一样的人来取代你老婆，这说不过去的这些东西。而且我就不知道，就是原著里面佟大为这个角色是大陆人吗？为什么就是你一定要放个大陆人在里面？然后因为我在看粤语版的时候，他里面也是一边说国语一边说粤语的。对。
就是让我觉得特别不习惯，就是几个人的对话当中，就是佟大为一会儿说粤语一会儿说国语，但其他人就是完全就明白他在说什么，然后就对话的话他们都是用粤语的，就让你觉得就是完全就是很出戏的一个地方。对，就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本身不说粤语的人来说吧，可能是比较不舒服。因为像佟大为是北方人，然后呢他在这个片子里面最开始说话的时候跟像燕妮说话，或者跟郑秀文的角色阿玲说话的时候，最开始的一些小短句子他会用粤语开始，可能是他是花了这个努力，然后去稍微学了一下，就是适应了一下说粤语这些东西，所以短句的话他是用粤语说的。但是一旦开始吵架起来的时候，或者是他的句子长起来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就跳回普通话，跳回普通话呢，然后就是说他说的台词对方完全能听得懂，对方说的香港味道的就是广东话他也完全能够听得懂，相互之间交流没问题，所以这个东西让我们就是觉得好像是不是有点对不上茬。而且像郑秀文就是这个片子里面呢，他也有普通话说，也有说普通话，所以时不时的会扔出一两句普通话来呢，也是让人觉得挺意外的。我最开始看这个片子的时候，第一次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呢，其实是看的是粤语版的，看完了之后我觉得好像有几个地方我们不是看得很清楚，然后想回去补一下，但回去补一下的时候点开的就是普通话版的，点开是普通话版的，我就觉得其实是干脆没法看，所以还是调回到去看粤语的。因为毕竟在两个人三个人开始吵架，就是情感起来的时候，那么这个演员本身对这个台词吃得有多深，表现情绪是这个演员本身在表现情绪，这个东西也是演员功力的一部分。那么你如果是用配音的话，那是别人在说话，这个东西其实是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的。对，所以我就为什么觉得就是这部戏里面他们的表演都非常差，也就是说其实这部戏如果以一个话剧的表演方式的话，你的情绪是从头到尾是完整化的，你是有一个完整的情绪的，但是拍电影的时候不会是这么拍的，拍电影的时候永远是跳着拍的，我们先拍这一节然后再拍那一节，有可能他们吵的最厉害的那一段是一开始就拍的。对，所以就是我就觉得就是感情就是进入感情和退出感情的这个过程都没有，就觉得一下子绷得很紧然后就开始爆发什么的，总体来说就是我知道这些都是名演员，但是演的都特别差感觉是。我觉得郑秀文的话对于我来说还是及格的，其他几个人不及格，像佟大为的这个表现呢，对于我来说基本上就是比较失望，而且就是觉得特别是在吵架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吵架这种场景嘛，他跟他自己夫人相互之间有这种不满意，因为感觉好像是被自己的夫人困在这个屋子里面，他生活里面也不给他自己的这个抒发的自由，因为毕竟是假装别人所以不敢乱出去嘛。另外一个就是他自己想要跟国内的一些什么人做个什么生意啊谈一下，但是还不管因为什么原因，最后这个签生意计划的这个想法也破产了，所以说自己等到自己非常郁闷的时候，然后酗酒然后开始吵架，在这个地方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体现出来一个演员到底他演技有多深，对自己这个人物角色吃的有多透，到底是长板还是短板这个区别。像佟大为在这个片子里面他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大声喊，但是他上来三句话就已经把自己的声音调到最高了，那之后再也不能喊得更高了，所以说这个情绪就没有办法再递进下去，所以看的时候就是觉得一下子就到头了。而且我觉得就是这里面的很多配角啊什么的应该是本来话剧里面没有的吧，我觉得是可能是就是特别是就是他跟他做生意的那两个一对夫妇嘛，我就觉得特别有点黑大陆人的那种感觉，有点香港人黑大陆人那种感觉，就是说大陆人过来做生意其实就是仗着有钱，然后但是其实都不想做这个生意，就是在耍他一样的，然后去超市买东西的话两个人拿着东西钱都不付就上车了，然后让他给钱啊什么的，这些东西你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怪怪的。不知道这个东西2012年的时候如果是在那之前写出来的剧本啊，就是2010年左右写出来的剧本啊，会不会是属于这种100%的这种人物设定，有可能是在拍电影的时候这些细节上稍微有一点调整也有可能。但是我这个片子我从头到尾看下来的话，我觉得其实这里片子里面的大陆人，像佟大为应该是大陆人嘛，他因为是北方人，然后呢里面有几个就是有那一对夫妻从大陆过来然后会考虑谈生意的那一对夫妻，但是
除了这些大陆人之外，所有的香港人其实也都不是好人了。这个片子里面就是没有好人，对吧？因为从郑秀文这个人本身，他就是说他是属于在香港，这个阿玲嘛，在香港环境不是特别好的地方长大的。然后他就不管什么原因呢，他就是嫁到美国去。这个老公呢比他年纪要大很多，然后对他的控制欲很强。像最开始他跟他老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呢，他是连汽车也没有，然后也不能够随便出去，坐公交车也不能够坐得很远，然后呢英语可能也不是很好，所以说他就是想要出去喝个咖啡呢，都只能在家门口一点点地方，就只有这么大的生活空间。然后他老公给他的提供的自由非常非常少，最后呢他想办法就是让老公把这个房子和家搬到温暖的南方去了。结果老公安排的地方也是一个非常世外桃源，离所有其他城市非常非常远的地方，基本上就是纯心纯意的去控制他。而他做的事情呢，基本上就是说找到了他老公的短板，是花生过敏嘛，然后使用这个过敏的方法，然后就最后把他老公毒死了。没有毒死的这个现状出现了之后呢，他最后还是用刀子把自己老公干死的。然后呢找了一个自己的小三儿进来了之后替代老公。就整个这个人物这个曲线呢，其实内容挺多的。就这个人物其实是一个算计非常非常强的这么一个有心机的人。嗯，佟大为扮演的这个人呢是一个在美国的黑民，然后他好像是学厨师的吧，然后在酒吧间里面工作，然后盯上了一个美女，然后就跟这个美女勾勾搭搭。这个美女呢其实是郑秀文这个角色啊。那之后呢就是说跟人家扯上了之后，发现这个女的走了，他又找去，然后替这个女人呢把老公杀掉了，然后顶替了这个老公的位置，然后继续跟这个人生活。然后没生活多长时间嘛，其实就觉得好像是这个女人其实控制自己控制得很强，所以说就心情非常暴躁，然后就是两个人之间发生了这种裂痕。另外一个就是说蔡卓妍演出这个香港女生在香港的时候也是跟另外一个有妇之夫做外遇的，还导致了人家的妻子自杀，然后没有地方可存身了才跑到美国来散心的。然后在美国呢跟郑秀文和佟大为这一对夫妻在一起的时间还跟这个老公怎么说呢爱爱妹妹的，这里那里的，就是感觉好像这个人其实立身也不是很正。包括其他这个电影里面的华人，比如说那个什么香港的导游啊之类的人，其实我就真就觉得这个片子里面就是值得喜欢值得能够投入进去的人一个都没有。嗯，对，而且就是有一点，就是我不知道原剧本里面有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角色，包括这个老婆的同事们，是吧？嗯，他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就是婚庆公司一样一个，就给人家介绍朋友的嘛。对对，是吧？红娘公司这种，那如果他公司里面有那么多华人的话，他老公怎么想到要把老婆杀掉，然后找个人来替代他老婆？怎么可能去实现？所以我觉得原剧本里面应该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而且有个同事特别是三点，就是说过来说，哎呀，他怎么会就是会去做这些事情啊，我们来到美国不是就是为了要更好的生活吗？这种词怎么是，我就想不出来哪个话剧里面会有导演写这么无聊的这些台词在里面。嗯，放在这个电影里面就写的特别的让人就是觉得很格格不入的。嗯，我觉得如果是说这一点的话，我其实更对这个剧情的发展到最后那个地方，我觉得那个地方对于我来说更难受。就是说像佟大为最后已经因为自己生意签不成了，然后就是心里几乎是崩溃了，喝了很多酒，然后抓着蔡卓妍这个人物 Yanny， 然后说你可以把我们一起把他杀掉，然后你可以去顶替他，当着自己老婆的面去这样说，然后三个人在这屋子里边推推搡搡推推搡搡的那个地方，我就是觉得作为话剧的话可以理解矛盾一定要激化，因为你一定要在一个有限的空间有限的时间里面把这个矛盾推上去，把这个情绪推上去。但作为电影来说，那个地方实在是我觉得就是剧情的设计作为话剧剧本来说也不是特别好。嗯，而且我觉得有一点这部戏没有做好，但是这个剧本本来是可以做得很好的，就是每个人说的自己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嗯，就是郑秀文说她老公怎么好像打她囚禁她什么这些东西，但是不是真的呢？就是这个戏里面没有交代清楚。嗯，是吧？然后佟大为说郑秀文其实是知道她老公吃花生过敏的，因为他说过一个英文单词，
但是这个也只是佟大为自己说的，郑秀文在那边否认，但是就这个时候没有办法给观众一个到底佟大为在撒谎还是郑秀文在撒谎，就是他没有让观众去想其实他们每个人说的不一定是真的，然后真相会是什么，这部电影就没有这样展开的让你去看这些东西。那那个阿萨那一段就是更无聊了，就是他在香港有一个镜头是他跑进一个咖啡厅，然后转身他男人的那个妻子就从楼上摔下来了。对，哪有那么巧的，你去一个咖啡厅是你男人的老婆住的那个楼楼下，他从那个楼上摔下来。我觉得这些镜头我不管你是怎么设计的，但是就是让我看戏的时候我就特别出戏。我觉得燕玲这个人物角色也有点像就是你说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呢应该也是属于他表达给其他人的，虽然说这个电影里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情节闪现那一段呢并没有很直白的这样去说，但其实如果这个电影像你讲这个方向上去发展，就是每个人他们自己的背景自己介绍的背景其实有可能都是假的话，可能会给这个片子呢增加一个很不错的层次。那么就是其实在怎么说呢，在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体现这些人其实更是坏人，所以说我们对这些人的投入情感方面来说其实就更不容易。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啊，看看这个片子里面郑秀文的表现其实还是可以的。这片子本身在故事剧情方面呢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新意，感觉好像看到什么地方都是看过的一样。然后呢另外就是说这个片子呢切得比较碎，也没有什么矛盾上面的激化点，高潮吵架然后激化矛盾激化的地方其实做的也比较弱。我觉得如果是郑秀文的粉丝的话看这个片子可能会觉得很好，因为郑秀文不管怎么说在这片子里面还是属于演技担当嘛。我是 一直挺喜欢郑秀文这个演员的，但是我看这部片子真的觉得他没有达到自己的这个水平线，然后这个可以就是被提名最佳女主角，我也是发觉就是香港真的没有电影了，现在就是去年一年以来就是你能想起一部香港的商业大片吗？好像除了叶问四以外我想不到另外一部了。有可能是也是没有特别关注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没有特别好的电影出来。然后我其实是在做这期节目之前的话，我本来想去找一下这个话剧的剧本的嘛，但是网上也没有找到。但是我看了一个就是以前看过这个话剧的人的一个话剧的这个一个评论，就是说在话剧里面好像它最后的结尾是不一样的。话剧里面从他的那个诉说的给我的感觉是最后是一个 open ending， 就是你最后不知道是这个阿萨的这个角色有没有把那个老婆给杀掉，最后是谁死的，是阿萨这个角色死的还是郑秀文这个角色死的，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说法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会有意思一点吧，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面其实他到最后的结尾其实是非常让人失望的。这个电影的结尾其实特别让人失望，因为从前面一直以就是按照他电影自己这个逻辑排下来啊，最后等到我们看到的时候是佟大为这个人拿这个铁锹马上就要把郑秀文这个角色要去打死了，后面有一个人一枪把他打死了，那么佟大为这个角色死掉了，然后郑秀文呢就进了监狱。但是如果是以佟大为这个人正在行凶的过程中被人家阻止然后枪杀死掉了的话，那么郑秀文这个人物其实他以前作案把自己本来老公杀掉这个事情并没有暴露的机会，除非蔡卓妍这个人物就是怎么说举报了他。我觉得这个不用去细想，问题是那个墨西哥人是 在那个时候他就冲出来了，这个墨西哥人是几天以前把这个阿萨的这个角色送到这边来的，那么阿萨有一个箱子漏在了他的车上，对吧？那么这个事情的话，如果我车开到一半的话，哎，我发现我车上多了一个箱子，哎呀，刚刚那个女孩忘拿了，那我就马上送回去了。我不会隔了这个可能有五六天、七天的时间吧，至少一周。对啊，然后我再正好在这个时间送回去，我就觉得这个太狗血了。以前有句老话嘛，叫做什么戏乃屁，这种东西呢其实都是专门为了剧情的设计而安排的，这墨西哥人基本上就是一个工具人。
嗯，然后这个电影的结尾的时候，这个啊导演的填词的这个工作就来了，最后那个屏幕上再出去几段像歌词一样的话啊，什么漩涡本来只是水滴，迷宫回声就是出口，身份爱情自我用答案换问题什么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狗屁不通，你这些东西你没有在电影里面表达出来，你知道吗？你最后写在上面有屁用。那么感觉好像你对这个片子的评价确实不是特别高啊，打个分的话你会打成什么样子？我给他打个差，说实在的，因为我觉得我本来想去看这部电影也是看了这个演员的阵容和这个对这个电影的名字有一定的熟悉感我去看这部电影的。但是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看到那个豆瓣上面的评分就 5.0 的时候，我其实已经降低了很多的期待值。但是烂片就是烂片，我觉得就是看下来以后我没有在这部片子里面找到任何可取之处，反而我可能对原剧本更感兴趣了吧。我想知道原剧本是不是那么差，如果原剧本是那么差的话，那为什么那一年可以得到香港最佳剧本奖？难道香港的话剧真的就也真的那么差吗？其实说实在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经常听到就是说台湾的话剧很好，我们经常有很多台湾的比如说暗恋桃花源啊这些东西在国内一直巡演，但是我们很少有听到什么香港很好的话剧，至少在这可能十年二十年里面没有吧。所以我就觉得我想去见识一下本来这个剧本是什么样的，然后为什么会被这个导演毁成这副样子。我觉得其实有可能就是导演的掌控力不够，所以说想要把这些比较有层次的人物表现出来的时候，如果一旦说错了的话，那么一步错步步错。另外一个就是说他选的演员像佟大为这种演员呢，可能也确实不是一个特别正确的选择，所以说导致了说有可能剧本里面有的东西但是在电影里面呢不能够100%的体现出来。比如说我觉得你就选一群香港人就演一个香港电影，你不要放个大陆人在里面，就是真的就是搞得不伦不类的整个。有可能是想要借用一下佟大为在国内的知名度。佟大为在国内本来就是一个票房毒药。好吧，但是我觉得像舞台剧的话，因为它这个媒体表现形式它有特别适合舞台剧的故事，像你刚才讲就是说如果这个舞台剧的结尾的时候是一个怎么说呢，并不是一个 open ending， 就是说其实是模棱两可的，给大家一个问题，有可能是 Yanny 取代了郑秀文的这个阿玲，有可能是反方向的。那么如果是用舞台剧的方式呢体现出来的话，可能这个剧本会本身挺有力的。我现在也是对这个剧本有点就是听你说了之后觉得我对这个剧本也是有一点好奇的。其实他在镜头下面的表现也可以这样 open ending 嘛，就是他比如说男的坐在沙发上面，然后后面那个女人可能穿着睡衣，然后你只能看到这个腰这部分，所以只能看到是个女人穿着睡衣，但你也不知道是谁，然后最后这一只手搭过来，就这样 open ending 结束掉，是吧？我觉得这样也是挺好的，但这部电影就是做的什么都没有做到，最后就想用自己填词来做一个结尾，我就觉得太可笑了。有点力不从心啊。我给这片子打分呢是可，我觉得反正我看的时候呢还没觉得就是看的有点烦或者站起来想走，至少还是看下来了。但是我觉得对这个片子如果是从故事本身角度上来说的话，可取之处真的是不是特别多，而且演技很多地方也是崩裂的，所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推荐的态度。所以说如果你真的要看郑秀文的演技的话，我可以去重新看 去年的那部花椒之味，或者是之前的早期的一些郑秀文的电影，比如说长恨歌啊瘦身男女啊还有什么龙凤斗啊什么的，那些我觉得都比这部电影里面的表现要好很多。好，那么关于圣何塞谋杀案我们就先说到这儿，然后我们再看看本周还有什么其他的电影新闻。首先一条呢是关于疯狂的麦克斯的，这个疯狂的麦克斯系列呢，关于 Furiosa 的前传这个电影呢，已经我们以前讨论过，已经被疯传了一段时间了，最近终于发出了新消息，表示这个项目呢上马。电影呢是由华纳公司制作，George Miller 呢会来指导并且参与编剧，主演呢已经是谣传已久的 Anna Taylor-Joy 出演年轻版的 Furiosa， 另外呢还有锤哥 Chris Hemsworth 参与出演。感觉好像是 George Miller， 就是以前不是说他们这老先生跟华纳公司有一个法律官司嘛？这官司感觉好像是已经打完了。打完了吗？不知道，但是赚钱还是要一起赚的嘛。
生意关生意，官司关官司嘛，是吧？嗯，但是这老先生也一大把年纪了，而且就是他好像不是很喜欢就是飞到澳洲来拍这个东西，太累了，嗯，所以这个东西不知道能到时候能不能拍也是一个问题吧。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实在的，我挺喜欢这个演员阵容的，就是 Anna Taylor-Joy 是我这几年比较喜欢的一个年轻演员吧，就是他长得非常的特殊，但这个特殊对我来说是长得非常舒服的那种特殊，不像那个高妹，就是那个信条里面那个高妹，就是她是长得特别，但是特别的就是有点不正常那个感觉，所以我不是特别喜欢那种感觉。但是 Anna Taylor-Joy 的话我是一直挺喜欢的，然后雷哥呢也是一个就是很讨人喜欢的一个演员吧，所以可以看一下他们的合作吧。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觉得 Anna Taylor-Joy 从来没有演过就是那种青春片，然后小姑娘很开心的成长的这种东西，她总是演那种就是眼神非常犀利的感觉，性格上有某种缺陷的那种人。所以说我觉得像她如果是演这种就是怎么说呢，精神上有点偏执狂啊，有点就是在发疯和不发疯之间晃来晃去的这种人物角色的话，可能是比较适合他。他最近不是在《新变种人》里面也是表现挺不错的嘛，大家好像是都给他的表演有好评。哦，那部片子我到现在都没看呢。现在在我们悉尼附近已经找不到了，只能等网络平台了。不知道这部片子的好像是 Furiosa。从这个电影成功了之后啊，已经有了这种漫画。书的制作，所以说这个人物其实总的来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的。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对这个片子是不是特别有期待？如果是说对这片子有什么想法的话，可以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另外一条新闻呢，是迪士尼公司最近宣布了它下一步的战略性内部重组，改变了现在的媒体娱乐板块的制作发行团队的关系。公司称呢，这个变化其实是为了让公司及其制作团队和平台能够更好地满足观众们的口味和需求。在新的公司构架中呢，Karen Daniel 从制作游戏发布被提升为 Disney Plus 的总监，并且呢，就是公司全面提升了对 Disney Plus 流媒体平台的关注。这个新闻呢，感觉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呢，感觉好像是对电影，就是并不是关于某一个电影的新闻。但是其实仔细想一想的话，就是有几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老张。很明显就是说迪士尼呢一直以来的它挣钱的就是两个板块，一个板块呢是它的公园，一个板块呢是它就是这些电影啊，就是制作的一些东西，包括动画片啊，包括其他的电影。那么它现在呢有漫威在它旗下，然后有这个福克斯公司在它旗下，所以说它作为一个电影的制作公司来说呢，其实已经是一个相当相当大的巨头了。最近因为疫情这么长时间呢，就是说很明显这个公园基本上是不开了，零收入了。那么现在这个公司的收入呢，基本上全部都靠这些电影啊、流媒体平台这些东西。公司重组的话，是不是证明以后他们对就是电影院的这些作品慢慢是放松了呢？就是说以后他会专注自己 Disney Plus 的打造，然后就是说对电影院的参与会越来越少了呢？我觉得如果他是要转变方向回电影院的话，他是随时可以做这个打算，因为这个东西并不难，你电影都是一样的做法，只不过你的发放形式不一样，所以你做电影你归你做，还是这样的做，只是宣传方面和那个发放方面怎么样去操作，这个东西其实很容易换的。现在的问题最厉害的就是说电影制片公司和电影院两方面大家都不愿意就是死等对方，因为就是电影公司要等电影院的话，电影院也不是说我想开就开的，政府不让开，所以他也开不了。他开不了的话，电影公司也不愿意把电影放到电影院里面去，因为如果像北美的话，他很多大城市的电影院都开不了的话，其实他这个电影放上去是赚不了多少钱的。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要重新打造这个迪士尼平台的话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你看就是这个疫情以来这网费公司赚了多少。网飞公司我们去年做新闻的时候一直说他赔钱赔了多少赔钱赔了多少，但是这一年一之内他出了多少电影赚了多少钱，真的是独大感觉是。而迪士尼呢，今年一年下来除了那个 Hamilton 的那个音乐剧放出来了以后，然后就是花木兰，除了这两个之外他好像没有自己的什么原创电影，任何东西都没有，
它还是以就做这个动画片啊什么的为主，所以这个平台很多人它一推出的时候很多人就一下子就付了一年的钱嘛，但是这一年的话就除了看这些以前看过的这些电影啊动画片啊什么的，只有那个星球大战 Mandalorian 那个一季的电影就是电视剧算是比较新的东西，除此之外它没有出任何东西，所以很多人觉得很冤，我干嘛付了一年的钱，很多人都觉得我第二年不要付这个钱了。所以他现在这个新闻放出来也是就是给大家打一针定心针吧，就是说我们以后肯定会有更多的新的东西放在这个平台上，所以大家还是要给我们钱是吧，是这样一回事。但是对这个东西呢其实我有一个不一样的考虑啊，就是我们虽然知道像你刚才说这个片子呢正常制作呢还是制作，因为现在制作呢跟发行呢是被分开了，制作的团队呢是制作你正常的电影，然后呢发行的公司决定这个片子拿出来之后是进电影院还是进流媒体平台。那么像老张你说的这个片子做出来之后他随时想回到电影院去放，他随时可以做这个决定，电影院指定会很开心的有东西来放，当然他为什么会拒绝呢？不会。但是在做这个片子的时候，如果你要是这个片子做出来之后是为了上流媒体平台，或者是你这个片子做出来之后是想进电影院的，在这个制作过程中会有很多像投资方面的决策啊，或者是精力投入方面的决策会完全不一样。因为我觉得比如像今年我们看到了很多网飞做出来的东西，包括锤哥那个惊天营救啊，还有什么永生守卫啊，还有就是前几天的那个Jamie Foxx 演出的一些片子，这些片子呢其实也都是算是怎么说呢，娱乐板块的片子，适合就是爆米花这些作品。但这些片子如果你要是把它拿给我们以前夏季的时候那些大的就是流量的那些大片相比较的话，其实它相对来说是弱势。就这个片子如果做出来之后它的目的就是为了上流媒体平台，那么你在投入方面自然会考虑会降低你这个投入和标准以适应流媒体平台的这个成本。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是说对 Disney Plus 这个平台如果是关注度上来的话，那么这些片子制作出来的这些作品它的质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会放水，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个感觉。我觉得这个说法还是在于就是把这个电影市场定为以北美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市场来考虑的。其实我觉得他们完全就是可以做北美市场，如果放不了电影的话我们绝不上迪士尼平台，其他地方的话我们还是上电影院。因为有很多这种商业大片其实是在全世界的票房是大大高于北美票房的，比如说变形金刚是吧，变形金刚的话全世界的票房比北美要高出很多。那么还有一些电影比如说像那个毒液在中国是做的超级成功的，因为它做了很多本地化的宣传啊什么的，它的成功比北美要成功要有很多。那电影公司完全可以多做一些这样的电影，就是打国际市场为主的，那国际市场很多地方电影院都是开着的，那我们就赚国外市场的这一部分钱，在北美的话我们就上 Disney Plus 是吧，或者在北美的话我们晚两个月放 Disney Plus， 因为如果你北美 一旦 Disney Plus 出来的话高清翻版就出来了，那也许会影响到就是世界各地的票房是吧，那我们 Disney Plus 稍微晚两个月放，在北美 晚两个月是吧，那么要看的人他会等这两个月，因为如果在全世界各地上的话肯定是有这什么柬埔寨的这种手枪版的这些翻版出来，但是北美的人他情愿等两个月看高清的是吧，他不要看这个。所以你既然反那个翻版又可以保持自己这电影在这个世界上的票房的话还是能都达到一定水平的，那么你这个电影投资的话你就把它当做一个进电影院的大片来投资。所以说你觉得如果他这个全球战略的话把北美的这个 Disney Plus 的关注和全球其他的电影市场的票房关注分开，那么就不会影响他电影和作品的质量。就这么说吧，今年这部花木兰如果他不是花木兰，如果他是黑寡妇是吧，这部片子按照这个方法来出的话，就是在国内的话全部进行电影院，在中国的话全部进电影院，但是在北美的话走网络平台，我保证它的票房特别好。有道理有道理。但是怕的就是说如果说一旦 Disney Plus 在下一步
像比如像冬兵和就是Falcon， 还有一些其他像什么红女巫的一些动就是电视剧作品，如果出来了感觉好像效果非常好的话，那么这些片子在漫威的这些东西制作过程中呢，就基本上全都是面对像电视剧这种作品去这个和这个水平去做，那么可能是把真的把电影方面的关注会冲淡。我觉得大多数人还是喜欢看电影多过看这些电视剧的，因为它有一个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它是一个就是跟别人一块去体验一个东西，像看演唱会一样，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看终局之战，美国队长拿起那个锤子的时候，如果你是在家里面，你一个人激动，你是激动不起来的。你可能自己很激动，跟是什么汗毛竖起来，但是你不会叫出来的。但在电影院里面，你就可以感受到其他粉丝对这个东西的热情。对，当初那个魔兽的电影出来的时候也是啊，有多少人穿着 cosplay 啊，是吧？哈利波特的也是啊，就这是一个活动。而且就是看电影其实来说，对年轻男人来说的话，是约会最方便的最便宜的一个方式。真的吗？对，这比你要去看一个什么演唱会啊什么的都便宜很多。所以我觉得就是虽然疫情对这个电影的打击很大，但是我觉得可能在将来啊，我觉得这个电影的东西还是会延续下去的。这因为还是我们就是可能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坐标吧，不会那么容易失去的。对，最开始的时候不是说电视出现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好像电影没什么前途了，但是电影生存这么长时间，其实在疫情之前其实还是越来越好。而且真的很多电影真的是在电影院里面看里面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你看诺兰的电影，如果你在家里面看那个手枪版的话，就一开始在那个歌剧院里面出来那个场景啊什么的，你在家里看完全没有那种感受的东西，没有震撼的。对，然后诺兰自己就说这个电影我是要你们去感受的吗？但是你在家里感受看这个翻版的话，感受不到这个东西的话，你怎么样去体会这部电影，是吧？对，我觉得电影的社交属性其实还是蛮重要的，我觉得在这点上其实电影院完全可以大做文章。OK， 下一条新闻的话是神奇女侠的导演 Patty Jenkins 和 Gal Gadot 将合作重拍好莱坞的一部经典电影，叫做《埃及艳后》。这部片子在1963年的时候被伊丽莎白·泰勒演绎之后呢，被誉为是经典中的经典啊。而且很多好莱坞的电影人，包括 James Cameron、Steven Soderbergh 和 Angelina Jolie 都曾经试图重拍过这部作品。Patty Jenkins 的重拍呢，是由帕拉蒙电影公司出品的。你觉得像神奇女侠的这个 Gal Gadot 现在到了演埃及艳后那个水平了吗？我觉得她好像还是有点口音哦。埃及妖后需要什么水平吗？我觉得埃及妖后不就是长得好看吗？就是这么回事吗？这部片子我是这么觉得，就是这个电影其实是 Gal Gadot 她自己啊，她自己开了一个工作室嘛，是她自己挑起来要做这部电影的。然后他去找了 Patty Jenkins， 而并不是说什么那个 Paramount 就是看了，哎，神奇女侠你们两个配合的不错，那么你们一块过来帮我们拍这个吧，不是这样的。那就是 Gal Gadot 他自己想拍这部电影的话，他自己愿意去挑这个大梁的话，干嘛不呢？是不是？就像当初黑寡妇说他要演一个那个变性人一样的那部电影，不是后来给大家骂得很厉害吗？但问题是这部电影是他挑起来，他想去做的。那有什么问题？如果他不挑这个东西的话，都没人去做这个点东西，是吧？后来大家把他骂了，这部电影就泡浆了吗？就没有了吗？是不是？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也是，就是 Gal Gadot 他愿意去做这个电影，我觉得还是挺支持的去做吧。虽然我不看好这个东西，说实在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这种西方古装片现在这个最近是不火了。就是可能是给那个什么Wrath of the Titan 啊什么那些东西给拍烂了以后，还有那个就再早的话像 Brad Pitt 的那个 Troy 啊什么的，其实还有什么 Kingdom of Heaven 啊那些电影，其实那个时候都是在指环王之后一下子出来很多这种就是古装片啊什么的，但是一下子就是出了太多了，后面大家都不怎么去看了，票房都是很一般了。然后特别是后来超级英雄电影一下子火了起来以后，就很少人愿意去看这些东西了，所以我不是太看好这个吧。所以你看像什么 Steve Soderbergh 啊 Angelina Jolie 什么的都想去做这个东西，但是一直都没有做出来，都有一定道理。对，我觉得
那些史诗，就是古装史诗片啊，其实都是角斗士引起来的。角斗士之后，大家好像是每一个稍微有名一点的导演都想拍一个自己的这个作品，嗯，但是好像是每个人拍的作品呢，就都是不如角斗士，而且越往后呢拍的越弱。包括后来像Ridley Scott 自己重新拍的《Kingdom of Heaven》，其实也没有自己的角斗士那么好。那之后呢，基本就完了。你说另外一点很对，就是现在因为大家都在看超级英雄的漫画，电影英雄电影。所以说现在大家对这个电影的就是口味节奏要求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麦基烟后这个东西呢，年轻人基本上没什么特别了解的，因为年轻人看1963年的电影的总而言之会是很少数，所以说对这个麦基烟后这个片子本身那个要求应该就不在。那么好像高格道自己觉得自己好像是已经到了这个好莱坞的这个级别了，可以去重拍这个片子啊。我觉得神奇女侠成功之后，他多多少少有一点膨胀嘛，觉得自己好像是已经到了某一个层次了，所以说感觉好像是应该可以论资排辈的这个味道。嗯，我觉得就是埃及妖火还是不是很需要演技的一部片子嘛。然后年轻人真的是不感兴趣这些东西，然后年老的人就是以前看过老版本的 Elizabeth Taylor 演的那个版本的话，他也不想看翻拍，老年人都不喜欢看翻拍，而且对高格斗是谁的话也没有太大兴趣。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没有，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市场吧。而且就是特别，就是这种特别让人熟悉的故事，就是真的是老人不想去看，新人嘛也不是特别感兴趣。新人就像我们上期节目说的，都喜欢这种短媒体的东西，所以他可能更愿意看一个埃及烟后的一个 MV 吧，就比如说哪个歌星出了个新歌，然后他里面扮成埃及烟后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大家通过这个 MV 去了解这个人物，也不愿意去看一部电影。嗯，就是埃及艳后身边有几个守卫其实是超级英雄，这样的话其实也说不定差不多。那可以做那个吗？那个 Mummy 那个系列吗？对啊，对啊，嗯。对。OK， 那么今天的节目说到这里也差不多了。那么还是老规矩，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的节目，把我们的节目都分享在你的朋友圈、你的微博、你的微信上面，让更多喜欢影视的朋友一起来加入我们讨论电影。那我们所有的节目都可以在国内外各大语音平台上面都可以收听得到。对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讨论的电影有任何问题或者看法，都可以在各大平台中跟我们留言，或者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话说电影，从中可以得到入我们大话说电影微信群的方式，来我们的群里面跟我们的小伙伴们一直讨论电影。还是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第162期节目的收听和支持，我是主播包子，我是老张，下周再见。下周再见。